那我不来怎么办呢？万一你被别人骗走怎么办呀？戴个口罩谁会骗我？别人看到你的身材就把你骗走怎么办？不，今天不回家了。今天我开酒店，我肯定不回家了，兄弟们。这他妈能走吗？你走前面。为什么？你想你走前面。为什么？我不要走前面。你跑步一定很慢吧？我会跑步的。那你不跑步啊？那你不健身啊？我健身但不跑步。还有一个口子可以，我知道了，我去前面走。因为我感觉没铺好。对啊，上车，我们要开进去啊。那路边在施工呢。那你穿，你穿打底裤了吗？我穿内裤了。哦。我操！哎，这个妹子怎么样？各种方面，身材、声音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想问一下。可以的，请扣个一。可以的，请扣个一。哇操，真他妈刺激的妹子！喜欢的看我微博第一条啊，自己去看。不说了，微博叫小小小酷哥。哎，你把口罩拿下来，我看看长什么样子，可以吗？你房间拿吗？去房间里再拿吗？嗯，行。我出五千，我操！你们干嘛啊？是这个口子吗？好像是这个口子，应该是这个口子了。OK。姐行不行啊？对吧？不错不错。你什么星座？你猜嘛。射手座。为什么？感觉。射手不是很花心吗？那你是什么星座？白羊。天蝎。天蝎啊，记仇。记仇。天蝎我只知道记仇。哦。因为我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是天蝎的。那你？但天蝎对人很好。你知道吗？就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对人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好。你谈恋爱的时候对你男朋友好吗？我是那种别人对我好，我会对他更好，但是就是要到达他对我好的那个点，我才行。什么叫做对你好的点呢？就是我不会相信别人，只是说我喜欢你啊什么这些的。嗯。不是这样蜜甜言蜜语就行了。嗯，对，我一定就是说，我觉得他真是很喜欢我，我才会对他好。给你喝瓶 AD 钙奶，虽然这个 D 也容不下你，但是我给你看。我操！你这没有吸管的。不知道吸管找不到了。那我怎么喝？我给你咬吧。可是你弄开我也没法喝。不行，你直接拿瓶吹不就完了吗？感谢紫牙仙子。这钱好高呢，给我拿一瓶。OK 了，你直接咬，会咬吗？你这样喝不好喝，你要把整个嘴就是含住它。干嘛？怪不得没有吸管。真的呀，喝奶不就是这么喝吗？怪不得没有吸管。你含住它，你含不住吗？我不想含。你含一下，你喝这个奶不就这么花滴？嘴太小了，我特地今天没洗头出门的。你昨天干嘛了？为什么让你洗头？我每天都洗头的，我特地不洗头出门是因为我等下去酒店洗。
你点下去酒的时候，因为我不是要把腿抬起来吗？你帮我握一下那条腿好不好？他握那两条，你握。啊？嗯。就腿吗？下半身的吗？腿吗？帮我握一下，帮我支撑一下。你为什么要搬家啊？因为我要和我女朋友住在一起。你要和你女朋友住在一起啊？嗯。为什么要跟女朋友住一起啊？我之前一个人住太无聊了，然后那你跟我住不就完成了吗？我是才刚认识。不是，你可以，我家有，我家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住，你可以住三楼。我们东西很多。你们东西很多？说你。我东西也很多。你。然后三楼很大，是一个大套。他们说你有钱真好。什么叫有钱真好？有钱，有钱的不是很多的吗？女孩子跟女孩子住很正常，难道女孩子跟男孩子住才不正常吗？他的女性朋友，知道吗？就女朋友嘛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是以为我的女，他以为你喜欢女的？为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女孩子不一般都说女朋友吗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直男太直了，我这哪怕我们男女住在一起，我们也是很纯洁的嘛，哥们嘛，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那不纯洁、怎么会不纯洁呢？我根本就不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这种东西。哎，那可真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样真的有。我觉得把你当男的看，不相信你试一试。我不信。试一试就知道。我不信。哎，你们看过微博能不能给我点个赞啊？能不能不要只看不买单？